还不错，我很满意。擦擦嘴。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吃这么多是怕辜负同学们的辛勤劳动。我吃的开心，他们考的也开心。当然，养猪人的心态啊，我还是很懂的。嗯，你才是猪呢。哎，没手了吧？没手了吧？啊，那个我知道，然后直接。你生活也辛苦，这就是晚饭，你多吃些。不过就是一点烧烤，你难道要还给我吗？刚刚李老师找我，我先过去一下。